算天空再深，看不出裂痕，眉头仍聚满墨纹。就算日落暗灯照不穿我心，仍可反映你心。让这口音跳升，我身躯下沉，曾多么想，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，亦没缘分，我都捉不紧。害怕悲剧重演，我的命中命中，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。历史再重演，这么繁嚣城中，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。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？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，而静候着你说我别再用神？什么我都有预感，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，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。如静候着你说我别再用神，什么我都有预感，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，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，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。纵我要送你归家的路，夜静的街中，歌声中是一个个疑问，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？好好好，你真的是这么记仇啊？是昔日自你的追求，记仇的要死！你这么记仇会找不到女朋友的。以往痛苦的失落，浪漫呼吸中，漆黑中，就只有你共我，从没有这刻的冲动。Fantasy， 喜悦眼泪，你已。似火 fantasy， 享受现在这滴下雨水，多么多么需要你，长夜里不可分开，痴痴醉，跳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。中就只有你共我，从没有这刻的冲动。
这滴下雨水，多么多么需要你，长夜里不可分开，痴痴醉，跳进伞里看夜雨洒下去。Fantasy， 喜悦眼泪，你热力似火。Fantasy， 享受现在，这滴下雨水，多么多么需要你，长夜里不可分开，痴痴醉，跳进伞里看。夜雨洒下去，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？甜丝丝日至你的嘴角，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，浪漫呼吸中，漆黑中，就只有你共我，从没有这刻的冲动。Fantasy， 喜悦眼泪，你热力似火。Fantasy， 享受现在，这滴下雨水，多么多么需要你，长夜里不可分开，痴痴醉。跳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，就只有你共我，从没有这刻的冲动。Fantasy， 喜悦眼泪，你热力似火。Fantasy， 享受现在，这滴下雨水。需要你，长夜里不可分开，痴痴醉，跳进伞里看夜雨洒下去。Fantasy， 喜悦眼泪，你热力似火。Fantasy， 享受现在，这滴下雨水，多么多么需要你。长夜里不可分开，痴痴醉，
要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。今天这么晚出去吃了个饭呢。把我的灯挪了位置啊，我看着怪怪的。不是这个位置吧。你为何流眼泪，帖子可是千杯不醉。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请让我给你安慰。不管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没有的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我快秃了呀，我发际线的发缝怎么那么宽呢？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。我的爱如洒水，爱如洒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。爱如洒水它将你我包围，在深夜里麻醉，不让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。你该知道怎样会让我心碎。没洗，没有洗，我懒得洗。答应我，你从此不在深夜里麻醉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。你该知道怎样会让我心碎。恭喜老哥哥成为幺五三。一个台词是很有意思，最高的待遇，最高礼仪。既然爱过就无怨无悔。这个饭钱都加不了什么头发。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。我的爱如洒水，爱如洒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。爱如洒水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麻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。你该知道怎样会让我心碎。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再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。你可知道怎样会让我心碎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变得难以见识你的妩媚。你该知道怎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，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再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。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吃完了，吃完了不直播干嘛呀？感谢关注。吃完了呀，约你妹呀。实话约会还跟你还直播呢，约会完了不睡觉吗？实话谢谢关注。螃蟹我没有吃。欢迎黄哥哥。就算天空再深，看不出裂痕，眉头
然聚满密云，就算一屋暗灯照不穿我身，仍可反映你心。让这口烟跳升，我身躯下沉，曾多么想，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，亦没缘分，我都做感觉有点掉妆，害怕悲剧重演，我的命中命中，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，历史再重演，这么烦嚣城中，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，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，而静候着你说我别错用神，什么我都有预感，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芒，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。谢谢小小路过，黑的，我怎么都捋不过去，好烦呢。就算天空再深，看不出你疼，眉头仍聚满密云。就算一屋暗灯照不穿我心，仍可反映你心。小夹子夹不住我。让这口烟跳升，我身躯下沉。曾多么想，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，亦没缘分，我都捉不紧，害怕悲剧重演，我的命中命中，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，历史再重演，这么烦嚣城中，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，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，而静候着你说我别再用神，什么我都有预感，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，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，如静候着你说我别错用神，什么我都有预感，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，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，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。找个啥玩意儿绑一下我的小窗帘，这么不听话嘞，好了，你不要老录我嘛，你录录别人呀，骗都是我。就是我的那个没有换吗？看不出裂痕，这首歌是暗涌，仍聚满密云。就算一屋暗灯照不穿我身，仍可反映你心。让这口烟跳升，我身躯下沉，曾多么想，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，亦没缘分，我都捉不紧，害怕悲剧重演，我的命中命中，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，历史再重演，
这么烦嚣城中，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。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？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，而静候着你说我别错用上什么，我都有预感。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芒，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。谢谢杜白哥。从没有期望你曾内疚，我一再接受你放肆操守。人在说人在笑无重要，你的美丽与纯情美酒。当你心无言的出走，当爱得仍唯恐不够，尝试替你解释上一些理由。陪着你傻下去磨下去，我根本不知有哪个对手。长夜里甜蜜里难预算，喜欢你便静静偷走。我有趣吗？你们觉得？如此伤悲，仍只记得无可推理。谈论我与你，我更深沉吧。只盼一丝都不记。谢谢可爱的哥哥。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怕你以我处境想想我，你们。谢谢哥哥的亲吻。瞒着去干，不要过火。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事事以我处境。有一首歌名叫《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吗？累了吗？不想清楚。实话，你就应该备注一下，备注一下，让我理解错了，你该死。再接受你放肆操守，人在说人在笑无重要，你的美丽与纯情美酒。当你心无言的出走，当爱得这首歌名吗？不够，谢谢派哥哥的念念，还是上一首啊？理由这首还是上一首。陪着你傻下去磨下去，我根本不知有哪个对手。长夜里甜蜜里难预算，喜欢你便静静偷走。过火啊，粤语版的。只记得如此伤悲，仍只记得无可推理。谈论我与你，只盼一丝都不记起。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怕你以我处境想想我，你很快乐，瞒着去干，不要过火。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事事以我处境体恤我，你。
累了吗？不想清楚，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怕你意外处境，想想我，你们很快乐，瞒着去干，不要过火。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是自我处境体恤我，你们累了吗？不想清楚。软弱无力，我有力吗？你甩飞。你甩飞了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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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刚柔冰机，哈哈。嗯，我之前看过他们跳舞。我要送你归家的路，夜静的街中，歌声中是一个个疑问，谁令到我心跳动？他基本天天都来、啊，他基本天天都来。甜丝丝日志你的嘴角，基本天天都来。忘掉了。以往痛苦的失落，浪漫呼吸中，漆黑中，就只有你共我，从没有这刻的冲动。Fantasy， 谢谢小哥哥，黑云眼泪，你已。哎，我把谁给禁言了？不好意思啊哥，手抖了，手抖了。小九是上次刷的那个大姐吗？不是，小九也是一个舞蹈主播。手抖把人家给禁言了，多害羞啊！不是故意的。手抖还不下播，我手抖下什么播？手抖跟我上不上播、下不下播有什么有什么关系啊？记你的嘴角，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。没跳舞呀，没跳舞，没跳舞出来。浪漫呼吸中，漆黑中，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了。从没有手抖这刻的冲动。仔仔变了，变可爱了是吗？ Fantasy， 喜悦眼泪，你热力似火。 Fantasy， 享受现在，这滴下雨水，多么多么需要你。抖音改变了我，那不挺好吗？我的每一面大家都得领略一下是吗？都得领略一下，成不起我调个两个点赞。不要点我下播了，不要点我下班了。喜悦眼泪，你热力似火。Fantasy， 享受现在，这滴下雨水，多么多么需要你，像夜里不可分开痴痴醉，跳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。
谢谢顺情哥哥夸奖，谢谢顺情哥夸奖。阿姨又把我的润唇膏放哪里了？这。道哥的羊羔仔仔，哎呦，也有一个叫仔仔的呀。谢谢21个灯牌。留恋于夜幕雨中一个，现在我要送你归家的路，夜静的街中，歌声中是一个个疑问。噔噔噔！谢谢水泥哥哥的粉丝灯牌。到期了吧，毕竟这边提成更高一点。谢谢赵老师的粉丝灯牌。我说了所有的谎，你全都相信，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行。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，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。欢迎瓜子哥哥。我试过完美放弃，你却很踏实，醒来了，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。远方传来风笛，你去吧，你去剪辑吧，来播一会儿试试。直到为爱守着秘密，而我为你守着秘密。以前你在那边，我经常去看你。对呀，真的假的啊？暂时不跳啊。我是 ACC 的小时工，我是 ACC 的小时工。谢谢。
路够，谢谢我傻女朋友。关下美颜吗？我怕求到你呀、啊，我怕求到你呀、啊。我怕求到你啊，哥。我们完美网络，好吧，不要提关美颜。恭喜哥哥升为九级。自动变朋友。
速感情没有技巧，是不是？明明就明明就明明就怕比较温柔，也许他能给你更多，不用指责，我会自动点头。我这么厉害啊，能把你给唱emo？实话，我是电音战神啊，电音战神。如果我是 DJ， 你会爱我吗？给你放首午夜 DJ 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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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我是 DJ， 是 DJ， 是 DJ， 是 DJ， 是 DJ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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吓人了，丈母娘怎么吓人啊？严厉是吗？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是不是很严厉呀？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。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。爱如潮水它将你我。今天好亮，真的假的？今天我都没洗头啊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身边。喝美了吧大概。不能别的男人解释你的不美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我真的要笑死了，我跟狗一样，我跟人相关的事情我一点都不干。欢迎表姑。回来找个时间去太湖，无锡太湖，来无锡太湖吃螃蟹吗，哥？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。
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。好啊，我请你吃螃蟹啊，爱如潮水早将你我包围，给你摆个席好吧。可以进来饭店啊，太湖饭店呗，那是无锡太湖呗。无锡太湖饭店。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，我请客你买单，毕竟姐子一天赚400啊。谢谢西谷阿哥哥的灯牌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哪有，我一天赚400，昨天也赚400。好笑的是我昨天赚400，我半夜去喝个酒，我本来想给一个女主播打 PK， 我想充99块，结果手一按输完密码，发现自己充了3000块，好心痛啊，这我得播多久啊。欢迎 smile 哥哥。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你是说我今天跟不跟别的女主播打 PK 吗？欢迎深蓝哥哥。刚刚有好多人拉我打 PK， 我没有接，怕他们罚我跳舞，知道我打不过。欢迎敬而不远哥哥。我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。主要那个女主播还叫我大姐，说仔仔老婆了，我好宠她呀。你心殊不知那是我手抖冲错了。你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，然后我在那边胡言乱语你知道吗。欢迎故事哥哥。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谢谢故事哥哥的灯牌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疯狂叫我老婆。也愿意背，主要是那个人的直播间有2000个人，那个男主播跟他打，就是跟我给那个女主播刷的那个人对打的那个男主播，他直播间有4000-5000个人。好，一下子就得罪了，实话。我还说我不管，我讨厌长胡子的男生。欢迎哭泣哥哥，嘘，别说话，我讨厌长胡子的男生。唰的一下，一个那个抖音一号，然后又来了一个抖音一号。对啊，然后就在带节奏了，实话。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的江。然后睡醒的我，看了一眼账单，我昨天怎么充了3000块啊？你我包围。实话得播多久啊？我再也不愿见你，刷给曼曼姐姐多好呀，实话。你在深夜里满醉，不论别的男人皆是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不是，是真的手抖啊，真的手抖，是真没看清。不愿见你总是放纵的滋味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我不心安呐，我不心安。本来就很难过了，冲那么多更难过了。欢迎东东东哥哥。没有，曼姐说，曼姐姐她说。你冲了为什么不来我直播间刷？我说上头了，他说你刷给我多好呀，你不刷给我，你刷给楚南也好啊。既然爱过就没有，咋没有？再多的苦，感谢关注。看了一眼，还好账号没升级。我的爱如潮水。
醉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。欢迎潘排骨。爱如潮水在将你我包围。不，之前好多四大姐都在你直播间当了吗？给人家当一下怎么了嘛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麻醉，不愿面对男人。你小子别太小心眼。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，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。不再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？怎么感觉变好看了？真的假的啊？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哇，是我蒋大哥给我点掌管，是我蒋大哥好多的连理机呀。不再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蒋大哥哥，你可太有眼力见了，一下子就给我一下子就给仔仔点了点了一个展馆，真的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棒了，哥哥。打麻将赢的钱，你赢了多少钱啊？你赢了多少钱？你是不是分了1/100给我啊？赢了10000块，给了我100块，感谢哥。你小子，你好呀，威尔哥哥。好好好，看来我在你心中的分量还挺重的，一共赢了200多身家，给我100多，真爱了，实话，命中注定了。一言定情呢，请让我给你安慰。不管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。还想听我唱什么歌啊？跟你说，我已经开完嗓了，我已经开完嗓，我什么歌我都能唱上去，青藏高原都能给他喊上去。欢迎动情哥哥。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。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忐忑啊，那算了吧，不符合我的心声。这衣服臭了，臭了，衣服脏了。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，你从此不在深夜里买醉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。哈尼哈尼啊，看一下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王心凌的吗？好想打喷嚏啊，没打出来。为什么要会员啊？我酷狗没续费了，酷狗好贵呀，一个月要15块，这不等于要我命吗？孙燕姿的哦，好的。哎呀，一天天逼钱没赚，真的是哐哐的在那边给音乐软件续费啊，实话。听一下吧。恭喜 Running 哥哥升为7级，恭喜 Running 哥。期待一个好日子，工作不是我操心，随便想想东西。我喝一杯茶也可以，写封信也可以，不做什么。对呀，我很快。你们刚喝完酒啊？喝了多少啊？过两天来找我。OK。
听甜甜的歌吗？江阴有进班吗？我好像没在江阴的进班后过。给喝怕了，哈哈！我怕，我真的是一挑三呐，实话。感谢关注，我怕我一挑三呐。昨天胖哥他说他要来找我喝酒，你知道吗？可搞笑了。然后我说。他说他一个人在无锡可以来找我喝酒，我说那你喝酒的话你怎么回江阴啊？算了吧，不太方便吧。然后他说你小子在家里藏男人了是吧？我说不太方便吧，我把你当哥们。谢谢姑哥哥成为1536名成员。小哎，怎么还要缓冲啊？我说问他，我说你是一个人吗？一个人的话就算了吧。当当当，他小子，哎呦。我说了所有的谎，你全都相信，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行。怎么对我退出？你书里的剧情，我不想上演，因为我喜欢。今天胖哥没有去吗？喜剧收尾。我试过完美放弃，的确很踏实，醒来了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。远方传来风笛，我是在有你的消息，承担未来剩下秘密，而我为你送这不会是我学会的陈奕迅的第一首歌吧？喜欢你现在才发现吗？我说了所有的谎，你全都相信，简单来试一下，我来试一下，没有唱过，从来没有唱过。不老在朋友圈分享他的歌吗？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行，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，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。
的时光完美放弃，的确很贪虚，醒来了梦散了，你我的走散了，情歌歌词何必押韵，就算我是 K 歌之王，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回忆没皱褶，你却又离开他下句点，只能说我热了你的不安，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还行吗？还可以吗？是不是声音有点低呀、啊？那个，这咱打组个角打一把，可以啊。啊，你认识一下。刚刚不是这样说的。啊啊，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这样说的。我怎么说的？刚才不是这样说的。你说一二三四的。啊，是就是啊，对对对，就是组个角儿。我是说，组个局还差一个人吗？咱们。啊。你们在你们找一个还是怎么的？有没有这个跟你们俩匹配的啊？别颜值掉，我垫底就行了。我跟你有男朋友。别找的，嗯，好了，这个颜值很漂亮。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那咱们这个就个人赛吧。黑白配吧。个人，一二罚三四不行吗？啊，也行。对吧？啊，或者一罚二三四呢？你们觉得行吗？可以、啊，黑白配吧。血亏一千啊、哦，那好。行，那就一罚二三四吧。行了。你说一、啊，到底是什么呀？啊、到底是什么呀？搞半一罚二三四，一罚二三四，好好好，好吧，啊，我承认刚刚的火箭是四冲的，谁是五分钟的？飞你们是吗？我是十分钟。仔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四冲了个火箭，他冲到别人账号去了，干得漂亮。好了，飞飞也是跳舞的，一会儿仔仔你们这个跳舞的可以互关啊。我等会先玩啊，闭了啊，美女们。嗯、啊 okay. 天啊，那不是我。对啊，你看看微信的，你去看一下那个。对啊，你看一下那个微信记录，看一下能不能追回来啊！妈呀，这是一根火箭呐、啊！火箭，家人们谁懂啊？欢迎战士。我的 soul 就给我刷过一次火箭。好不容易又给我充根火箭，还给丢了，充丢了，好像24小时都可以、啊。哥哥喝多了不？在卡 TV 喝多了是不是？微信里面应该能找回来。欢迎土豪哥哥，看一下可不可以？对你试试能不能追？咱们有票在一起上一下，这不上不下的，99票算什么？怎么事？我这个就拿个第二名吧，拿个第二我就满足啦。他说一打二三四呢。他是说一二三四，谁说一打二三四？他自己说的。
他一打二三四，对啊，一打三啊，对呀、啊，这拿什么打呀？我这会儿又没什么条件，我也没条件，要死！谢谢半男，谢谢哥的灯牌。谢谢。谢谢哥。欢迎露露之辈。这晨晨该不会家里带了个华子出来打架吧？有可能吗？家他说一打二三四。尊度假的，谢谢布的哥哥的啤酒，谢谢我布的哥哥。那不输的也太惨了吧？太惨了吧？这也太惨了吧？太惨了吧？我这会儿那会儿跟黄老板打已经干掉了。谢谢我蒋大哥啊，谢谢我蒋大哥的小木木。这怎么办呀？一打二三四。谢谢我蒋大哥。我们主打一个偷塔吧。打算偷谁的塔？希望你是第一，我是第二，这样你就可以轻点罚我。好啊。哦，陈哥果然，果然陈哥是有条件的呀。怪不得不接受黑白配呀，实话。哦。打电话到现在没有接到。原来是带着条件来的。对呀、啊。这个陈陈导致。我上了陈哥无数个。我要拿第一，你拿的第一，你别轻点罚我好吗？宝宝。宝宝。你在跟我说吗？对。我怎么拿第一啊？那我更悬了呀！我刚刚真的，我刚真干掉了。我也没有知道，看看微信充值记录了。欢迎小哥哥。嗯，我送的那个火箭要是上到现在，我得多有面子。对，可是没有，他充错了。他都不用罚我了，反正我等一下不跳了，罚我什么东西就不跳。我也是，裂开，这可是一根火箭啊，哥们儿，那是一根火箭呢、啊，哥们儿。那可是1000块。有没有人突然出来给我偷个塔呀？有没有心软的神？今天有没有好哥哥？有没有人来喂猪呀？最后一分钟了，算了，某的奇迹啊，不想了，他第一名4000票啊。居然被4000票给摁住了，人家30000票我都没有。4000票可是400多块，你搞什么东西啊？击到了，击到了，击到了。那可是一个飞机呀、啊，还多一个保时嘎呀、啊。够了，好了。感谢我杰哥，谢我杰哥哥的比心。我听一下杰哥晨晨在说什么呀？我也去偷一下。还有20秒。谢谢快进哥哥的抖音。哦，他们还要偷塔，那要带着条件出塔，我们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该不会是最后一名吧？好啊，也别说拿个最后一了，拿个第三也不错啊。啊，拿个第二吧，我们保个第二。要死，真尴尬。保个第二吧。好好好好好好好，就是带着条件来，一打二三四，哼。他小子，哼，我们来当沙包了是不？他好开心，他开麦了。啊，那个打扰一下，那个曼曼是什么主播呢？我是一名跳舞主播吗？啊，唱歌主播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这样。那个，那我先罚了啊！我先罚了。这个很简单，我们这个罚一下菲菲跳舞，猫仔跳舞。我跳不了。那个，你跳不了是为啥呢？因为这个衣服比较透。比较透。哦哦哦，行行，那个曼曼，那个菲菲跳一个吧。然后那个谁，三爷去给人安排点去。三爷，别安排跳啥的。好。嗯。三爷去安排一下。菲菲跳舞特别好。喵喵喵！想夸我都搞了，我都爆了。
baby girls. You ready?谢谢。OK OK， 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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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个猫仔黑了，猫仔我先唱歌吧，我找不到你先唱，你先唱歌吧，嗯，辛苦辛苦飞啊，哥哥，没有不行，应该是把自己移出去了，怎么移回来啊？喜欢你，给我你的外。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，喜欢你，借我你的梳子，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，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你的爱在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唇印，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，我喜欢你和我的心，好、sorry 啊，破音了。其实你谁都不爱。哦，那个谁，猫仔坏了，那就不罚了呗。好多、啊，好好好，所以我就罚人飞飞了。这个诡计不断的仔仔，给他对你们和猫仔，你跟飞飞你们跳舞的点个互关。好的，帮我慢慢关一下。嗯，我早就关注他了。嗯，没有，你是显示的是那个。我是杰西，春节大哥。嗯，谢谢张大哥，谢谢、嗯。行，那我就撤了，飞，辛苦辛苦辛苦。你这个怎么回不来了呀？你这个怎么回事？我移出去了，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。那就散了，散了，散了啊！打扰了，打扰了。我去哪了呀？怎么又不见呢？关掉。哎呀！嗯，我把自己丢了。怎么办呢？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
自己给移丢了，哎呀，我把自己给搞丢了。跳猫精灵，播放歌曲。好的，为你推荐周杰伦的《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》，以下内容来自酷狗音乐。都好看。主要是我把自己移丢了，磨皮了，太显白了。要开吗？要开滤镜吗？因为我把自己移丢了，电脑。播跳舞有那个抖动，我不喜欢手机屏幕一点点大。
刚刚是真把自己移丢了，不是说滚刀。哦，我知道是什么，穿着珊瑚绒睡衣是吗？感谢关注。你在那边没有给我刷礼物吗？我跟给我调视频的人说，我说我又把自己给移丢了，没有看出我啊。因为我电脑把自己移丢了，我也不想用手机播啊。那调视频的人现在还没回我。哥哥真好。谢我周哥的做我的猫，谢我周哥。这么会夸呀。也是小大人，可以数眉毛，因为是手机吧，电脑磨皮比较重一点。是，我也想啃老，没有老给我啃。谢谢梦雨影哥哥。手机不能看到那些礼物了是吗？
那来给我展示一下吧，展示一下手机播有什么礼物、啊。我把电脑把自己移丢了，我的那个调视频还没回我。不，人家跳舞我得躲起来呀，一移，然后人家把我一放大，直接丢了，好可爱呀！谢一下，真好看这个兔子，再来一个吧，再来一个吧，摆个 pose， 摆个 pose 吧。再来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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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一个。真好看，为什么电脑播就没有这个礼物啊？对啊，我老搞丢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麻烦他了。手机播有个互动，有个什么互动呀？手机播连声卡都没有，电脑播的话那个连麦互动要那啥，要打开才行，打开连线你们就能看到了，打开连线。小子一下子三个愿望啊，说吧说吧说吧，带你大哥过来干嘛呀？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假的？你就想让你大哥过来看跳舞是吗？我手机播跳不了，手机播怎么掉啊？手机跳不了一点子啦，哥哥。好惨啊，好惨，小木林又是谁呀、啊？抖音的女主播啊。
我怎么我喜欢我用电脑播、啊、那你对我也太好了吧，对我也太好了。手机播光线不均匀，你知道吗？光线不匀。美甲给你截个图，我美甲都好久的了，都发黑了都。你看，都长长了。但是我一个指甲要保持好久再去换，那就做指甲前去搞一个那个，去搞一个那个什么涂点防晒霜呗。你贴的是甲片吧？没有，是我自己的指甲，有两三个月了吧，自己的指甲。我听见下雨的声，自己的指甲就看着黄黄的。你走之后，这个世界像是期待黎明的黑夜，我被自己封锁在你无可不存在的季节。没用，那个不牢，那个不牢。比如说你什么扣个什么东西啊，掰个易拉罐，它都直接会掉的，它都直接掉的。想说电影的桥段，几度想拥抱，分开的画面很激烈，说很明显模糊了从前。不回呢，哥哥。可以啥呀？
咋都是这首歌？随机的，天猫精灵随机的。称兄道弟，感谢浅蓝哥哥的大啤酒。不是啊，那是我睡觉的地方，在那个前面，在前面。那是我的卧室啦，谁在卧室直播啊？是的呀，我东西老多了，不太适合。我在想要不要把这颗痣给点掉。算命先生说这个痣是不好的，就是我可以之后在这边画这个痣，但是不能有。有这个说法吗？是有这个痣是会容易流泪吗？但我觉得我这个痣是挺有特色的。挺喜欢。没有这个说法吗？泪痣。算命的还说我去年要结婚，江湖骗子是这样。我脸上就这一颗痣，就这一个。
休息，为什么要休息啊？为什么要休息呀？医生的话，每次去医院配药，明明一盒就好了，他每次都配三四盒，搞不懂。你们拉我打，我也不想打，打的让我干嘛呀？休息就少一天亲密度。习惯性的看着你，悄悄的看着你，你时常流露可爱表情。我今天喝了多少啊？我们在这喝了有3公杯的茅台吧，感谢关注。3公杯的白的，1公杯多少？1公杯2两，6两。这么大一个狗，感谢关注。还好吧。酒量挺好，还行啊，还行。跟没喝一样。我就是我那种，我喝了酒酒精挥发很快的。欢迎泽哥哥。每次进来一闪而过嘞。万中无一的公斤，公斤集选什么公斤？可真有钱啊，下次给我刷华子吧，别说了，真有钱，可真有钱。别说啦，男的酒量应该比我好很多吧。谢谢泽哥哥的灯牌。好，你想知道我这没钱是吧？在那边啊，因为别的大哥喜欢看他，所以才给他刷。天猫精灵，天猫精灵，天猫精灵，你说，音量调低一点。音量你调到猫精灵不听话，你说没叫你啊？我承认有时候我有自己的想法。OK，我觉得自己更强，不会不听话。主人每天早上对我说早上好，我会准备好听的内容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我都知道，只要真心的真心就能遇到。慢慢的看着你就问他上眼角，我都不觉得我说废话的时候他听得老仔细了，我正式喊他的时候不屌我。
是吗？你也有啊，你也有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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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也有吗？这个小羊好可爱呀，谢谢我泽哥哥的小羊仔仔，好可爱哟。娶主播需要注意什么？注意啊，注意要有钱，不然就是两个穷光蛋生了一群穷光蛋。欢迎少爷，两个穷光蛋生了一窝穷光蛋。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，笑死。这是我今天刷抖音看到的。换人了，换手机了，换人了。我也不想，小四到现在都没回我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自己赚钱养自己的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独立自主。都开始售票，售什么票呀？谁的呀？那也可以直接不睡呀，可以直接不睡呀，可以直接不睡觉啊。哦，好吧，还没有看呢。好吧，还没有看呢。谢谢风翼哥哥。不要给我打屁股了，别让我站起来干嘛干嘛的。手机播这个支架上上下下的真的很烦呢。然后人家又说啊，你是不是玩不起呀？五百在苏州，嗯，这边的唱，大家一起唱，笑死，玩不起溜了，切，反正天天都溜，我都习惯了。感谢关注，天猫精灵，播放张学友的《爱如潮水》。我说你天天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，你溜不溜的真的仔仔都习惯了。哎呀，毕竟都要我一个人去面对的呀，终究将是我一个人承受。有啊，我前几段时间看到你来了一下又走了。美女在干嘛？在直播啊，在干嘛？
上来有的时候刷段子，好的吧。反正你看我一趟真的是不是时隔半年就是一两个月。谢伪装哥，好吧，谢谢伪装哥，我看到你好几次在我直播间一闪而过了，谢谢我长大哥哥。要不要考虑给我点个展馆啊？微信余额那么多，你微信余额那么多，要不要考虑给我点个展馆啊，哥们儿？点一个吧。我觉得是时候劫富济贫了。唱首将我向你推，谢谢梦影哥哥。对啊，劫富济贫啊，劫你济我啊，劫你济我。劫你济我可还行？你是那个最特别的、最特殊的，你是那个最特别的。谢谢哥哥粉丝的。可不可以嘛，好不好嘛，好哥哥，你对我来说是最特别的。you are first one and the next one。 哎呦，杰哥哥，谢谢杰哥哥的粉丝牌。哒哒哒，我的展馆好多都没点呢。不跳。对啊，电脑删了呀，那个我找不回来了呀，电脑删了我找不回来了呀，就是因为电脑删了才换的手机呀。那调视频的还没回我呢，我找不到我了。欢迎五哥哥，天天把自己删掉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每次他们跳舞我都得躲起来呀，躲起来，然后他们手速太快了，把放大一下子滑走了。哦，收到，以后开猫头。以后要不以后带特效躲起来吧。好的，我主要是没有想到，我要想到了我还会把自己移来移去嘛。感谢我长大哥三个比心兔兔，感谢我长大哥，谢我长大哥，帮我点点展馆亮一亮了，汤汤亮。噔噔噔，不过手机播它可以开长腿，我能把我的自己1.68米的身高拉到1.88米。感谢关注。我们来拉一下长腿试一下，可搞笑了，我把腿拉到最长。特效，是什么？装饰美化，长腿，来试一下，我拉那么长。
腿正常。长不长？还可以再长一点。我再拉长一点。我拉到百分百。哇，这腿子，这腿子太吓人了吧！金强。我开长腿了。开了长腿，脸也会变长吧？太长，周围有波动。对啊，我不开长腿给你们看，不开长腿，我腿。他们那些主播手机播不都开的吗？我腿不短。擦腿的。腿好黑呀、啊。这个样子。他们肯定跳舞主播手机播的也在腿那边打灯了吧。开长腿是不错，确实不错。开了长腿我自己都爱上自己呀。不问你为何流眼泪，对啊，自己爱上自己呀、啊。天天爱上自己一百回啊，好自恋一女的。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就请我给你安慰。不管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。为什么从我那么多跳舞视频你暗恋我是吧？既然爱了就不后悔。谢谢哥哥真会夸。这谁呀、啊？哎呦，这谁呀、啊？晚上好，这谁呀、啊？哎呦呦呦，这谁呀、啊？这不是个老给我画大饼，然后又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我的人吗？这哥们儿，这谁呀、啊？哼，笑死。做了还不承认是吗？欢迎朱古力，罚你把我掌管点齐，罚你把我掌管点齐，笑死！罚你把我那个小的掌管点齐，就当惩罚你了。谢谢朱古力哥哥，不承认拉倒。
谢神哥哥的粉丝牌。什么叫搞了一套？我的 biu biu 的，我的 biu biu， 谢谢齐安哥哥，不播了呀。每次叫开蓝光都是谁呀、啊？看蓝光确实跟高清很不一样，就是高清很不透，很暗呢、啊，很不通透。爱如潮水，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。对啊，看蓝光看就是很好看，很透。又见梁祝，新增心愿是什么？谢谢关注。哥哥粉丝牌，爱如潮水，将我向你推。陈一发是男的女的？对啊，张学友版的。唱歌的呀，唱歌很好听的那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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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天猫精灵。没事了。主人，我先退下了，再见。谢谢找不到哥哥灯牌，
天天在直播间跟着你们长知识啊，谢谢秋哥哥，天天在直播间搁直播间。什么叫开辟我啊？开辟我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他不会喷我，大概他知道我是个女孩子吧，不舍得。谢谢哥哥的粉丝牌。是今天被封了的是不是啊？他每次就是当天没事，第二天开播的时候发现自己要24个小时。没有被那啥，估计我穿的多吧。像多大的呀？是不是女孩子一化妆你们都看不出年纪啊？都会觉得20几岁的小姑娘像30多啊？感谢关注。看着像16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你小子，你这个嘴活该吃软饭，你小子。谢谢望言哥，活该你以后长有富婆宠你、啊。等姐子努力发家致富啊，以后就养你。等姐子努力发家致富，姐养你。咱这个饼先画出去了。好，行，真厉害啊，真厉害呀、啊！我随便说一句话都被你录屏呢。
你小子挺会掐呀，实话，挺会掐点，挺会卡点的。仔仔老家哪里的？江阴的呀。喂，江阴的呀。我出生在哪里，我就住哪里。却又像风中漫不住，以前这么大咋的，这玩意还会缩水呀、啊。现在也很大，笑死！别呀，别呀！慢慢姐姐几点下班，帮我去问一下慢慢姐姐几点下班。感谢快进哥哥，他几点下我几点下。我已经好久没有住过酒店了，我觉得酒店都不干净啊。酒店我之前好久，就是因为好久没有住过酒店，有一次住过
我开心最好，哥哥要是把我就是下面的展馆都点了，那我就更开心了。对哥哥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，下面都是便宜的。噔噔，有想听什么歌吗？我叫我的那个心灵放给你们听。那不是我的方言，那是南京话，我是无锡的。哇，谢谢陨石哥，哎呦天哪，我荷尔蒙爆发了，心动了，实话心跳心跳停止一拍了。谢谢陨石哥再次帮我点了一个花开烂漫。哦，剩下的都是一些玫瑰花呀、亲吻啊什么的，玫瑰花、亲吻、啤酒。你在苏州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。这是什么歌啊？是不是呀？证明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。天猫精灵。这首歌叫什么呀？现在正在播放的是张学友的《沉默的眼睛》。这好听哎，《沉默的眼睛》。你也喜欢听吗？你喜欢听他的歌吗？噔噔噔噔，我刚刚电脑播着播着，我把自己给删掉了，找不回来了。你是他的粉丝啊？什么时候一起去看个演唱会？饿狼传说好听吗？放完这首歌点饿狼传说啊，是不是一个很吵的歌啊？学友哥哥，他们最近那个五百的歌，这边的朋友唱，大家一起唱，然后在那边，他自己就是可搞笑了，好像是人家买了个票给他唱歌的。凤凰传奇他也不唱的吗？谢谢哥哥的为我点亮。我们这边有个上海有一场，好像是11月多吧，但是票已经售完了，不过可以就是去找黄牛买。还分男生女生啊，我就去过音乐节，我还没有去看过演唱会呢，有点期待，有点想去呀，但是我又怕去了之后像是全程前面的人唱歌唱的老大声，我全程听他唱，又觉得很亏呀。感谢点赞。想看哪个明星？我喜欢陈奕迅。对，很久之前还是我在上学的时候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出去那啥，黄牛太贵了。好的，浮夸，天猫精灵，播放陈奕迅的《浮夸》。尊敬的会员用户，这就为主人播放陈奕迅的《浮夸》，以下内容来自……对啊，很久很久之前。要不是成都吗？那一场要50000一张票啊，这么贵呀、啊？那我不就等于一张票买我直播一个月都赚不到？
直播一个月买一张票还不够，还不算机票嘞，实话。我喜欢，我还喜欢听他的那个红玫瑰白玫瑰。我都开播好久了，开播有一个月了。你也喜欢吗？你也喜欢吗？清晨，欢迎 Ron 哥哥。喜欢的都差不多，我感觉我的品味跟男孩子差不多。我不喜欢孤勇者，那小朋友听的好吗？很颠呐、啊，颠公颠婆。你都坐上宝宝巴士了，实话。我都想去呀，都想去，可是好贵呀，都想去啊。其实我腾那么一两天，对不对？好工作腾那么一两天去看演唱会也是有时间的，可惜好贵呀。对，我听的最多的也是富士山下。谢谢七八哥哥的啤酒。单车，单车我小时候喜欢听。元气拍的我，你看到元气给我拍的照片了是吗？我之前是他们那边的那个模特。啊，那你先去忙吧。走呀，一起去呀，一起 go。元气的化妆师。我记得有几个小姐姐的，三个，我认识三个小姐姐化妆师。对啊，这是手机播的。我电脑我把自己移出去删掉，那女主播跳舞，然后我移着移着就把自己在直播伴侣里删掉了。他们拍照是有一套的，我也喜欢。可是他们现在拍照就是，如果你是以客单的话就好贵。我是无锡的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，对，现在做大了是真的贵，但他们换工作室了，现在租的是一整栋。他叫我去拍的话我会去拍，他不叫我的话我就不去了，太贵了。他叫我去给他拍样片我才去。对呀，之前我好几次来你们那边拍照，我都是就是直播完就是没睡好，我就腾腾腾的过去了。有的时候播了一晚上妆都没卸，我去你们那边卸了妆然后再让你们帮我画，老离谱了。又见过我一回，哎，太可惜了。他们那个时候老叫我去拍照，可是后来我直播太忙了就没有去了。他们那边后来不是拍的那个照片嘛，就是我自己带裙子过去的拍的照片，他们那个发那个抖音，然后还上了热门呢，就是有9到10万的点赞吧。感谢关注，但是我的粉丝没有一个认出来是我，我的粉丝没有一个人认出来是我，但是有主播是认出来的，是绿色的连衣裙那一组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是后来他们搬店的时候拍的那个，是那个绿色连衣裙的，就是我那个抖音主页图的那个。老玉了，老玉了。
飞更远。我给你点个关注，有空找你学化妆。有空找你学化妆啊，天天不接连麦是吗？我手机播的，跳不了舞啊，露娜姐姐，我不想上下我的那个，我这打不过你呀。忘记了，好像是叫小帅发的吧。欢迎失控哥哥，你今天也手机吗？好好好，那你给我再发一个，那你给我再发一个。我刚刚用电脑把自己移出去了，找不到了。我每次去那边好像拍照前都有点肿，要么就是次次都迟到。我要睡觉觉了，好吧，我等会也要下了，等会也要下了。你每天下午就开播了，能播到这个点太厉害了。保存的什么？保存的我的照片吗？反正有个女主播，她是截了个照片，仔仔，这不是你吗？那个时候我跟他们的店的那个说，我说我要把我自己的照片跟他们一样，就是他们不是把那个照片都挂墙上吗？我说我也要把你们给我拍的，我要你们帮我去做一张大的相框，我要摆我家。然后他们说我好自恋。城堡为爱守着秘密，而我为你守着回忆。主要是自己看的都赏心悦目啊。嗯，谢谢我陨石哥哥两个，真的爱你。陨石哥，你又来给我点展馆了，哥，真好，真好，真的爱你，我也真的爱你。花魁那一组，花魁那一组，我也觉得他们给我拍的挺好看的，就是很有日本的那 Japan 的那种一什么记一某记的那种感觉，掉了个大烟。上一哥哥也是无锡的吗？现在他们店做大了，有好多就是别的城市的都去他们店拍。就是有一个网红姐姐，那个时候我不是做直播嘛，我在那边化妆，有一个网红姐姐，她就是好像是个博主吧，几百万粉丝的博主。他说他问我我是不是也是博主，我说我不是。他说不可能吧，我说我真不是，我就是一个破直播的。抖音叫什么不记得了，他们换号都换了好几个，他们一个工作室好多人，好多账号。对呀、啊，开开现在他都不拍照了，开开现在都不拍照了。你是无锡的吗？你可以大众点评上搜嘛，元气少女写真馆，你也可以去那边拍照。但开开都转幕后了，他都不拍了。但是我唯一认可的就是开开拍照，其他人我都不要。我就喜欢开开的构图，他能把就是一个框一个画面就是都填满的，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很好，就不像是有他们店有些就是拍的还不如我手机拍的。我之前也还有另一个，那边有另一个化妆师，他不是那个跳槽了吗？不会就是你吧？就是去别的店，然后叫我去化妆的，叫我去另一个店拍照。我怎么觉得手机好看？然后他把我拍的可无语了。电脑播的话适合跳舞，手机播的话只适合坐着聊天。没事，反正我们互关了。
看得好通透啊，因为我面前有个补光灯啊。看着比较显年轻是吧？对，我设置了，我设置了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加你，我把我微信发给你，我已经给你点关注了，我下播之后私信你。亲切，可是跳舞跳不了，我就是手机播，我只能坐着聊天。对，开心的戏我吧，有这么有才的化妆师，我能加的。是后期是修图吗？好久没化妆了，我想去学化妆的，因为我画来画去只会画这一个妆，太厉害了吧、哦、之前我就是在那个开开店里，就是还没有那啥的，还没有，就是他还没有搬店的时候，我拍了一组那个，我拍了一组那个照片，就是穿了一层纱的，然后是那个白色内内的，然后他们给我修的跟那个刘子成一样，后来我说把原片发给我，我自己修，就是新来的修图师审美很奇怪，我都快气死了，那个时候脖子给我拉的老长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刘子成你应该看过那个照片，笑死。然后头只有一点点大，脖子贼长，然后这边也超大。欢迎嘉兰，谢谢果子哥人气票。心碎小狗，你上次给我发那个聊天记录，聊天记录，就是我还没有那啥，就牵手机，然后就没看到了。我下播之后干嘛来着？欢迎守夜哥哥，今天不跳舞，他们对他们好厉害，他们做后期好厉害。哈哈，我跟他已经很久联系了，都很久不联系还是什么？很久没联系了呀，这话讲的联不联系不是你进就是搜索账号进趟直播间的事情吗？这不就是进趟直播间的事情吗？那要不我以后研究怎么用手机播吧，研究用手机播，看看手机怎么跳舞好看。你有点难过，你不找他他也不找你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电脑就给人距离感强一点吧，就是但是电脑跳舞好看，因为他的那些舞蹈灯光都是固定的嘛，手机的话就会光很不匀，手机我不会调光，手机播的更适合，更多的适合就是坐着聊天。对呀，可以的呀，我就是这样的呀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我把自己一丢了我就那啥。欢迎冲凉哥哥。之前还为我下了个虎牙。他那个是游戏区，他分那个游戏啊，这这那那的声优啊，
还有那个舞蹈区啊，新秀啊，就是很麻烦的。这个的话就是大众平台嘛，就一搜就可以搜到我。这么是不是感觉很亲切？他们都说用手机播很亲切。虎牙名字搜到你抖音也是哎，是的呀，因为我到期了嘛，我就转战抖音了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不然得在牙牙那边天天擦边，天天擦老边了，说话。因为那个时候老是有杂七杂八的人加我，就是一些比如说直播间加的哥哥，他会把我的微信 推给其他人，然后我就设置了小九会来抖音嘛，他说他不来，他已经跟那个重新又续了官签了。你这么好看，像我这么好看都是注定被辜负的，哎，都是注定被辜负的呀。人家都说找老婆都不会找太好看的，找老婆都不是去都不找太好看的，太好看都不像老婆，真的有这个说法的。我们这边谢谢，太好看的像姘头啊，对啊，太好看都不像老婆，都不像就是啊，你跟这个男的是谈恋爱的。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跟我朋友出去你知道吗，他们都觉得那个我朋友很有钱。找女朋友才找好看的，是的，这种感觉真的不太好，真的不太好，这种感觉他们就是会通过你的外表，因为我本来就出门也算是喜欢穿修身的衣服嘛，化个妆他们就觉得我不像个好女人，除非我就是素颜朝天，穿个大 T 恤戴个眼镜倒还好，距离感没那么那啥。欢迎自由哥哥。真的很尴尬，真的很尴尬。手机1%的电呢，我有一个眼镜的，我戴了眼镜像老师。那你好好怀念啊。手机播不能跳舞呀，手机播还没有声卡。安兰哥哥，只有一个音响，啥都没。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。咱们可以看一下仔仔的那个啥，可以看一下
仔仔的仔仔的那个展馆。那能怎么办呢？人家到了也只能到了呗。谢谢无法长大，谢谢无法长大哥哥捏捏肩膀。刚刚怎么感觉像是看到了一个熟人呢？刚给我送灯牌的是个小姐姐吧？找不到她了嘞。2000个人看，真度假度到我录播2000个人看。我发现我永远是打工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人家就是搞我直播录屏，给我的粉丝看300块钱一个，然后我自己在直播间10块20块都吃不上，然后自己直播努力跳舞，嘎嘎跳舞才有1-2000个人几百个人，然后坐下来就剩40-50、30-40个，然后等到人家转去搞个倒播，然后人家在线人数2000个，我怎么像个冤种啊？我怎么像个冤种？就是天生是那种为人打工的命，我真是服了。你是否时常觉得孤单，在喧闹时候？事情已经逐渐离谱了起来。已经逐渐离谱了起来。香蕉，你刷到我的吗？哦，应该也会给你推荐吧，你点了关注会给你推直播推荐的。都播了一个月了，我都在这播了一个月了。才艺啊，我现在我想到一个，就是他们那个才艺主哦，那个颜值主播都说哥哥叫他表演个才艺，颜值主播说我做的就是个才艺啊，我露个脸就是个才艺啊。我之前看到你有发视频了，不知道你在直播，该能看到在直播的话能看到我头像是红色的吧，这怎么写着正在直播中。能跳还能闹，能唱能跳还能闹，能擦能热舞还能成平舞，可盐可甜还可咸。对的对的，最近就是来抖音有认真拍视频，有认真拍视频。
手机播它有平台扶持，哎，就是它会给你扶持多少人多少人，电脑播没有。空气突然安静，感谢关注。我王者很久都没打了。带我用你的武则天，我武则天太厉害了。我武则天太厉害了，小鲜肉陪我，搞得我不是小鲜肉似的。之前有个后面放镜，对啊，我在牙牙那边都是后面放镜子的，玩王者啊，很擦边是吗？但是我爱看也爱跳，现在不放了，因为他那个会违规。我也爱看，我自己都爱看，你知道吗？天天自己看。欢迎 Soul， 慢慢姐姐下播了是吗？虽然确实擦吧，虽然确实这不是个很好的事情吧，可是我爱看，我也爱跳，笑死，爱看。太绝了，谢谢喜欢的哦。主要是其实还好的，就是被你们太说话太猥琐了，所以就觉得不是那么好了。本来是个艺术，后来你们就是从你们口中一说出来，变成了带有颜色的东西，就不美好了。我以前是觉得纯艺术，好吧，感谢关注。遗憾就老去，过得快啊，就是那个画面有那个像是铁窗泪一样的那个是吗？铁窗泪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多尴尬呀，哎呀哎呀，你们都在看我的视频啊，哎呀哎呀，太尴尬了，我以为你们看不到我的舞蹈视频嘞。哎呀哎呀，丢脸丢出天际了，实话。主要是让现实中的看到就很尴尬，当时主要是你们化妆也好看，其实我卸了妆就是真的很一般，卸了妆就是个小女孩，化了妆有点妖的那种感觉。欢迎 DOW 哥哥，经常跟你分享，嗨，害羞害羞害羞。哈喽，到点了，下播了，明天见了，明天见了，兄弟们，拜拜哦，我等一下私信你啊，拜拜。